我很少买茶叶，茶叶的话都是人家来送过来，人家送我茶，我就喝什么茶，因为选茶。而且今天我们开始没加的，所以今天泡的，所以Armenian， 叫 Armenian。September 15th. But he picked it here in Taiwan. So in Taiwan. Yeah. 他以前的事，他因为什么？好几位啊，男生比较，你在胡静江，胡静江，胡静江。模样，那人家叫什么？小小妹妹，她的茶壶叫阿玛仕奴，带的。那还有一位叫阿玛仕奴，叫做陈什么？陈什么姓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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？他喜欢跟人家讲话。我们最热烈的掌声，欢迎我们的主办单位，就是我们的王美玲老师代表。